累啊。不管你变多高，体力还变差。怪我吗？我们都不要过年了。他比前那个胖哥没说。靠你啊！接下来。欸、你不是说你要一直讲话吗？啊，你一直在讲话。哦，那你讲话，我离开，我去喝酒了。你要不要回我？把你话讲啊，大军。对啊，大军。我来分享一下生活的这些琐事哈。2000多块，我去年是5000多。今天啦。可是我觉得输2000块又不会怎样，反正过年嘛，钱再借就有了，对不对？谁不是这样一路借过来的？我今年赢了钢笔学500块，我就很开心。对啊，我就想到那个最近很多朋友啊，刚出社会这样，遇到很多生活上的事情。还是得跟你们这些小朋友说，跟你们这些社会 rookie， 你们这些 rookie， 哎呀，干嘛不要瞧不起自己啊？其实我还觉得说你们觉得什么感情事业什么小的，你们现在都在想那些事情，因为一点点的失败，然后就觉得自己很烂，或者是对方怎样，其实干嘛吵？反正我知道你们好，我闭嘴。也是呀！干，你要不要站上来？来，陈忠来。钢笔球也来，智慧也来。你们要讲话啊！台下的也要用。干，连上来都不敢，顶你来。我惊。太兄弟，没事。好了啦。看个表演可以打架，不错。不错，这样有朋克啊，我是朋克的台。等一下我的酒到底来了没有？麦兄弟啊，陈总，麦兄弟开心一点嘛，过年了。啊！你今天管累呢？别拜。刚的声音响彻云霄，嘿，五块。好了，我们来忘掉刚刚的不愉快哈，我敬大家一杯。可惜根本没有人在喝酒，真的。对啊，我们红豆又被骗了，每次说来这种扯啊。我突然想到，今天有没有时间限制啊？老板在吗？现在几点了？我们是不是唱很久了？屁呀！9:50 啊？为什么还没有轮到？啊，那我们唱歌还有多少？一点钟唱完了呀。库克吗？库克来。好，你们去，干嘛这样？你们干嘛呢？去看大港就有了。新年嘛，你刚刚悲情的，我们要演奏了。我刚刚也是说我要打悲情牌吗？我想要讲一下。什么啦？要怎样？又怎样啊？刚刚有个被打倒。你上来好了呀。上去脱衣服啊！上来啊！根本上来跳小苹果啊！你觉得他全裸跳了？不要再推挤了，不要推挤，不要推挤那个困难事件了，不要再打架了。对，他自己站赢了，他想要了，刚刚没有人推你，刚没有人推你。打完了，拜拜。
苹果啊，现在在唱。现在有一个人要跳给你们看，然后你们又不唱。来，你们帮他唱快！你怎么知道我会跳哎？你这么可爱。不要求啊，我们听不了。有童年啊！我是从中必反呢。你要跳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我是听到这个歌很难过，很痛苦。不然你等一下跳十九啊！都想不过，我是跳十九。直接唱十九，十九以前的都不唱了。人家你要自己发挥哦，我相信你可以。前面有点干了，你要不要去唱个歌？关敏觉，你全唱。你唱，主唱啊，我去那一支麦帮你合影。对对对。先唱十九好。沉默。